林星。 杀谁？这回不杀人，你扮作丫鬟，去夫人的房里伺候，记下她的喜好。是。退下吧。妹儿啊，莫生气，气坏自己，无人替，男人嘛，好面儿，你给个台阶儿。 他不立马就滚下来了？要不你也送个香囊？上元节送夫君什么礼物好？只要9.9元，香囊包邮送到家。嗯，嘿，谁要给他送香囊？ 走了。嘿嘿，小姐，猜猜是什么？嗯，鲜花饼。 哎呦，我的小姐，你这脑子要是用在和离上，我们早就被休妻了。四丫头，你家小姐被休了，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嗯，你夫君，你给我的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 小气鬼，你不是已经有了吗？那不一样。二选一，尝过。谢谢夫君。甜吗？嗯，夫君你尝尝。 嗯，很甜。你这个。